我们从雅法门那边进来，然后走到这里有一个阶梯下来，然后呢在这边给那个老城墙的票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进来经过大卫城，然后等下再往上走去城墙。买票的地方呢就在雅法门左手边，过来就有一家小店可以在那边付钱。然后学生票是10系，一般成人票是20系。然后这个票呢，它其实可以走南边的城墙，也可以走北边的城墙，都可以走。我们今天要来挑战走南边的城墙，然后现在是中午12点多，又是套丁岛，耶！虽然这里看起来很破，但是跟着指示走绝对没错。我们从下面走上来以后，到了这里 ，Kishley。是19世纪奥图曼土耳其的军队的驻地，在这里。这里好像是牢房哎。往下走以后就变成西律时期的它的地基了。圣殿时期。下面这个大块的。原址啊，已经是西元前500多年了。这个拱门的样子，中世纪时期的，一层一层这样子盖上来。开始真正的城墙之旅，应该说是套丁岛城墙之旅。城墙外面的生活，这里就是犹太人出城墙后建的第一个社区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风车，在这，真的是太热了。我们走到西安门了，有人成年礼，一个小男生，13岁，哇，应该是刚刚那个成年礼的小孩。今天的城墙之旅结束了，耶，拜拜。